下车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哦，你看，哎呀，我就知道，我猜对了，他们是哈利波特，好像。我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塞门，多罗莱，又矮又黑又丑，组合。那鼓手，这是那个贝斯手，这是主唱小乐，这不是你吗？这像我吗？我们不会放水的，台上见。广场舞大爷大妈呀，所以我们是剩下的精英。万一我们上床怎么办？不用生气啊，没有坏你的。你在想啥吗？真的你学过跳舞吗？我会说吧。你别跑，你唱主音，大哥。真的是两条幸福仔呀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表演可以让我哭到抽搐。别人觉得你做不到，难道我就真的做不到了？再努力一点。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 SING 女团 Sis Black Ace。盘尼西林乐队 SMH 48 Alwyn S.E. Rhyme， 掌声有请火箭少女101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登上预备团王的沙发座。最终 Alwyn S.E. Rhyme 经过线上发电助力复活归来，三强预备团王将在7月23日炙热团王诞生夜会合，角逐唯一的炙热团王荣耀。炙热舞团也将悉数惊艳返场，跟有惊喜嘉宾共同见证团王诞生。下周4晚炙热团王诞生夜，我们不见不散。